女人问题藏玄机，郭子乾一语点醒型男。跟我女朋友在逛街的时候，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是走过来，然后她问我说：“你觉得这个女生漂亮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我觉得还好。”哎，女朋友就停下来就说：“最不喜欢我的男朋友就是这样子不诚实。”你我的看法都一样，但是他没有你的气质好。哇，一定要写在脸上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